小辉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哈里，还好吗？Now, this is the last time that you will be late on rent. Next time, you better pay your rent. I promise you. 上，就是没闪现了，咱俩一波。Nice. 我操，对面打野来了！撤！哎，哎，还行，我一丝血，应该可以。哎，我操！操你妈！怎么还有一个？我操！不会爆 miss 吗？哎，老公回来了，回来了，这就是我闺蜜啊。Hello， 你先坐一下啊，我去整理一下。喝水吗？好。小辉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哈里，对，我老婆没跟你讲。我叫妮妮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们今天都过去哪儿逛了？就家里附近的商业街，你看到旁边一个公园。你看到什么好看的？就在那边拍拍照啊。挺好，你们拍照应该挺好看的。那行吧。你在玩什么呀？刚才在打游戏，我以为是我老婆下来的，然后就看了看杂志。还好吗？还好啊。我老婆还在楼上，她一会儿下来就不好。她还没那么快下来的。应该没有。